咱们在说这些难事儿之前，咱们说一件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事儿。那你俩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？哎，看看这些幸福的画面哈，都是当年呐。嫂子给咱们回忆一下当年好不好？就是可能在座有很多就是我们80后吧，同龄人。嗯，当年小赵他们、梁小虎99年那批太火了，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女孩的一种可能是偶像，对，特别崇拜心理。然后记得当时我是跟他一个队友的女朋友特别好，然后有一次他女朋友给他的男朋友打电话的时候，然后我也在旁边，然后他那个正好跟那个队友在一个房间，然后我一听说小赵也在那屋，然后我就是球迷嘛，就特别兴奋，然后我就说那个，哎，你帮我问问赵哲为什么没进国家队呗？然后他那个队友在那边喊说，那个赵，有人问你为什么没进国家队，然后我就听他在电话里说，水平不行呗。还挺幽默的啊，然后，但当时我就是在电话里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，就觉得，哎呦，太兴奋了！听到偶像的声音，都觉得特别兴奋。然后，那个这是在电话里，就是咱俩第一次接触。然后，那我也没想太多，以后会真正见到他会怎么样。然后有一次，我们在沈阳有一次聚会。然后他是后去这个我接一下吧，其实我约他也是通过队友这个一个缘分，有一个聚会场合，当时我后来之后也说了一下，就是说你看陈着听这段多认真，那时候还没有你呢，你等一会儿啊，那时候没有你，你等一会儿，那个其实那个时候吧，在一个聚会环境下，我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就后来我说这个，我说我看别人啊，都是黑白的。我就看你是彩色的。哇！